程贤已经不在了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听到这首歌，能唱这首歌的人，全世界现在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你赵和呢。你到哪里都不会有人雇佣你的。虽然有点晚，但我还是想从头开始，像写好歌一样。程贤，就是今天了。戏子乐团好不容易要苦尽甘来，为什么要丢掉啊？我很可能会消失很长一段时间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未来戏剧台青春练习曲。